你战争的时候，1943年的十二月时阵，这块土地伫啥物人的手头？伫日本天皇的手头。这块土地敢有伫美国的手头？无。这块土地敢有伫中国的手头？中华民国的手头嘛无。所以开会时阵，因三个讲：啊，若战争以后，你若战赢，啊，迄阵啊，我要将台湾这块土地来交互你。各位，迄叫做 declaration， 叫做主张啦。啊，若主张要实施，都爱创。靠条约推定，全世界有一个规定，条约才会当来决定讲这块土地属啥，啥物人的。旧金山和平条约落尾啊，无将台湾这块土地来交予中华民国，所以中华民国到今日为止是一个外来政权，是一个流亡在台湾的政权啊。各位，讲到这，你也无话无话要听，啊嘛无要相信，听清楚啊，今日是。礼拜，明仔载拜一，过过迄个礼拜十七，自由时报的头版，台湾民主要甲中国，中华民国已经死啊！各位，这篇人家今日到底，我也相信，国民党会跳起来，民进党会跳，我唔知影，但是所有人读册读一半，拢会跳起来。因为伊若要保持伊的利益，要保持伊的既有的利益，也维护中华民国。但是中华民国袂当有台湾。马英九做总统，70%的部长拢是中国人。你讲无感觉吗？你认真去甲看卖啊！难道台湾人无人才吗？所谓演艺人员。较好趁钱的，拢是中国人70%。台湾人伫演艺界拢做啥？做苦劳啊，做查某囡仔，劳力，靠劳力伫生产的。啊，若做董事长的，大小姐拢是中国人的，你袂感觉吗？当然啦，我讲即款话，有人讲啊，你莫挑起种族啊纠纷啦，各位啊。不是咱去挑起种族纠纷啦！你若讲一个政府，你要用人，你袂当讲70%，你用你中国人30%，拜个政府才留我台湾人呢？啊，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的官，都无贪污啊！你别说，开始也要去换美金，消防署长也要去换金条，因开始要走路啊啦！啥啊呢？美国军事政府就要入来台湾啊啦！你故意，你不一定相信，啊，你嘛不一定知影。若伫咱桃园有受过训的，咱的时间真长，甲你讲啊真清楚。虽然讲美国军事政府要入来，因为2020年12月是咱过美国以后，我甲美国讲，你既然军事政府占了我台湾，你就要负你的责任。我台湾人的义务是予你统治，但是你占了台湾的时阵啊，你爱。照国际法来做。第一，台湾人免做兵。你敢知影？马英九宣布台湾人免做兵，不是你好心呢，是因为咱告美国呢。美国甲马英九讲，台湾人免再搁做兵啊啦，有人在告啊啦。第二，中华民国部队，迄、那个 logo， 迄个敢若美术高要迄地，爱拔掉，是安爱拔掉？你甲看迄个战车，你看迄、那个伊个飞机。也军舰，甚至所有兵啊，顶管迄个拢都提掉啊啦！啥来提掉？因为政治法有规定，我台湾人唔免做兵，同时你中华民国袂当有部队，而且你的部队是征求叫我台湾人去做兵，这是不对的。美国国务院有讲，啥物叫做恐怖组织？恐怖组织这三个点：第一，你有部队。第二，你有武器；第三，你不是国家。中华民国今日有部队，是叫咱台湾人逼咱台湾人去做兵的。你若无做，咱连军的关呢？这是唔对的呢。所以咱国民国，伊若国号无号台湾，号这个中华民国，停止台湾人的做兵哦，我要国家做。你有机会，你看我台湾民众的官网，内底甲你讲啊真详细。奇怪呢，
中国几千粒的飞弹向台湾，这尼啊危险，这尼啊危机，你台湾人免做兵，不是马英九对你好呢，是咱台湾人较高呢。所以免做兵呢，国库的第二步，不是干那免做兵，捌做过兵呢，要求美国赔偿，好唔啦？各位，中华民国在咱台湾征兵是不对的。伊是代替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占领者袂当来叫咱去做兵，伊叫咱做兵，咱咧效忠什么人？照法律来讲，咱咧效忠日本天皇咧。但是伊今做兵就是效忠中华民国，伊是不对的。袂当做兵，你有武器，你的武器为倒来？美国用台湾关系法来交予中华民国武器，但是叫我台湾人交税金去甲你交钱。我跟你讲，买武器还阁袂要紧呢，刷落去买武器阁抽头，这个抽头甲中国做伙抽，胡锦涛、江泽民斗斗本钱。最近报纸有讲啊，买幻象四十亿美金，什么人本去？江泽民本去，啊台湾的这官高官本去，这种的叫做咱台湾，伊讲要反攻大陆，咱去互提去啊啦，到今日。把咱安怎撮啊？讲要去中国，撮入去讲共军、甲国军叫做中国军。我甲你讲，共产党的军队甲台湾中华民国军队合起来叫做中国军。歹势，我台湾人毋是中国军，我是台湾人啊，对不对啊？各位，今日。咱坐这个所在，你有真正在地，你想袂清楚。因为六十七年来的教育，六十七年来跟你讲，你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，同款的代志。那美国人，你甲美国人讲，你是美国人嘛是英国人，美国人一定甲你头壳牵落。我若美国人，我就是美国人。哪会讲我美国人搁台湾搁这个英国人，同款的代志。那是中国人，就不是美国人，就是。但是台湾人就不是中国人，啊那中国人就不是台湾人，真清楚。台湾人搞不清楚，有真多代志。六十七年来，台湾人心地政治的联合就是生活一只啦。他拄啊，有人甲我讲，咱现主席的乡亲，不一定会听会落去讲，你讲卖选举，各位，我要讲一个世界例，互你听。波罗的海三小国，苏联甲占领，苏联占领以后，苏联替波罗的海三小国，家举办一个总统的选举。波罗的海三小国两百几万人尔，这两百几万联合，伊讲，阮波罗的海的民政府家己要办选举，你苏联替阮办的，阮无要去投票，所以伊投票结果干那三成尔尔，全世界讲我们不承认。但是今日波罗的海民政府去办选举的时阵啊，投票率97%，全世界咱嘛承认，同时苏联嘛甲承认，这是地方因素，地方的人，台湾人有自觉甲无自觉的区别啊。所以我今日要讲一摆，我唔是讲叫你卖去选举，你要家己做判断。我也相信，当明马尼尼切。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、入来内湖的时阵啊，迄当阵唔免我甲你讲，你自然就袂去选举啊。因为台湾人，美国甲我讲，拢是死鬼派。啊，讲这嘛是有道理的。是啊，讲死鬼派。死鬼派，啥物叫死鬼派？我会记囡仔的时阵，我若把阮小弟两个咧分入来死鬼，七个岁，大家拢要见大面的。当然这是真正常，我无甲你否认，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。有真多代志，你可能你心内底暂时卖讲出来。真身份证，是安怎讲？你来申请身份证。今日我徛伫个台顶讲啊，遮尔啊济，阮遮乡长拢讲啊，遮尔啊济，表示讲申请身份证，无人敢甲你讲你犯法，无人敢甲你讲你犯罪一条法。咱个报纸顶遐大片，啥物人敢来抓？无人诶。啥物人敢甲你讲你毋对？无人诶。因为伊足清楚的，死人来甲讲，这群人是安全照国际法去进行的，你袂当用刑事以上的处罚来对付这群人。
台湾人六十七年来头一摆有家己自尊，有家己自主，要家己来管家己，各位你讲好唔好？所以，咱有甲美国讲，什么时阵美国开始甲咱联合？我直接公开讲，2006年十月二日告美国以后半年，美国的 CIA、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代表、美国的国防部、美国的国务院开始甲咱联合。因着惊啦，上台国务院态度真歹，伊安怎讲呢？伊讲国家免诉，国家毋免诉讼啊。啊，这个人告我美国哦，我袂甲回答啊。但是法院讲哦，袂使哩，你爱来法院爱甲回答。一个回答袂到底啊，哇，双方来回十二摆，十二摆以后，地方法院就判决啦。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各位，咱拢无国籍啦。啊，无国籍的人爱做兵，这是我问美国的问题。啊，咱的政府无国籍身份咩？确实有影，咱都还未组成政府。台湾人四百年来，唔捌有咱家己的政府啦。现主席的政府是中华民国，是中华民国中国的流氓政府。所以，即马你做官的这些人，包括民进党，包括国民党，包括台联，拢是中华民国，拢是中国。你捌听无？你绝对捌听。当时你会感觉真奇怪，其实袂奇怪。我刚刚甲各位讲，你爱想办法爱去咱个台湾人社会关怀去看，因为今日伫这个所在两点钟久，无法度甲你讲啊真详细。两点钟久无法度互你确实个完完全全了解，我敢会当甲你讲一寡表面的。可比讲，比如讲台湾袂当公投。是怎麼美國不能公投？是怎麼台灣不能公投？你說奇怪，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，什麼事情要決定都要用公投來決定，不是？但是是怎麼美國說不能公投？台灣人很簡單，台灣人不會想，因為台灣這塊土地帶兩種人，一種就是本土台灣人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另外一種就是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民。两种人伫台湾内底伫投票，请问要听啥个？哦，迄个啊，足清楚个。你敢无听？中国人民伫台湾，伊虽然甲你是朋友，但是伫法律上来讲，伊毋是台湾人，伊袂当来公投呢。所以爱啥物时阵，台湾人会当正式来公投？你若台湾人拢有台湾迄张身份证以后，咱就会当甲美国讲，我台湾人要来公投啦。你当面美国绝对唔敢甲你讲，你讲好唔好啊？好。美国佫讲，你台湾，你若台独，你代表战争，大家感觉真奇怪，什么意思？台独代表战争，台湾人要独立代表战争，你敢听有？你敢看有？你根本就看无，啊你嘛袂晓看。所以国民党用美国的这句话，伫甲咱糟蹋。好，你甲看，美国讲啊，袂当台独哦，台独代表战争哦。啊，台湾人本来就较惊死，啊，当然不是干呐，台湾人惊死啦，全世界拢惊死啦。什么人唔惊死？干呐日本人唔惊死尔。所以有神风特工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台独代表战争，台独代表战争是啥物原因？足简单嘞嘛，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是美国军事占领的土地，你军事占领的土地，你嘛要独立，我请问。台湾要为什么所在独立出来？什么叫独立？两个物件夹做伙拆开，叫做独立。敢若秘书领导内底，你的后生甲你讲，我来要结婚啊，我要来独立，我要成立家己的家庭，会使哩无？你若独立就会使。当然，即摆家庭是老爸同意也无一定有效啦。后生若讲要结婚就结婚啦，即款真哩伫国家内底袂使。你台湾讲我要独立。美国讲，你若要独立，代表战争，因为你台湾这块土地，还阁什么人的，还阁日本田啊。所以美国甲咱讲，啊，若既然知影我日本田咯，所以咱告诉告到高等法院的时阵，美国伫2010年的七月初，美国国务院甲咱讲，好啦，你若既然安尼，恁拢已经知影，安尼我只有美国出面甲咱帮忙，以美国的华盛顿地区。迄、那个大使馆的地区啊，替咱民政府设一个办公室伫遐。
各位，这个办公室到今日为止还阁一年呢。阁一个代志，我问各位，台湾民政府捌公开向咱台湾人募款啊？捌？唔捌？捌无？各位，你哪有良心呢？捌还讲唔捌呢？台湾民政府捌向咱所有的台湾人公开募款无？唔捌呢？唔捌呢？一讲伊都唔捌呢？啊！台湾民政府这钱位过来，17号拜一要得自由时报的头版，要开200万啊！要钱位过来，6月2日登新闻报纸的半版，开300万啊！钱位过来，咱伫美国华盛顿设办公室，钱位过来。9月7日，伫华盛顿 DC 的世纪饭店。美国替咱台湾民政府办一个酒会，参加有美国国务院、美国国防部、美国 CIA、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，美华司法部5个单位拢够侪呢。这毋是代表讲美国承认台湾民政府，啊无是算啥？今日台湾民政府美国讲，你继续拼落，你来继续胜利，你来个酒胜利，你的原住民高沙族自治政府胜利。你的福利会成立，你的宣导团成立，你若办身份证的人当初有到期的时阵，迄一天就将台湾的主权、台湾的管理权来交予你台湾民政府。我直接甲各位讲，伫马祖部的头前，甲马祖部讲，台湾民政府一定要接受台湾的主权。你免怀疑。咱拢照法律，咱无要叫大家夜多夜少去革命，你毋免去革命，你嘛免去示威啦，你互你脚行较长去，中华民国含插都歹插伊啦，几十万人咧示威，几十万人的时阵啦，马英九拢伫郊区啊去佚佗啦，伊知影嘛，伊足清楚的嘛，你台湾人找唔着主嘛，你找中华民国咧创啥？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代理美国来管理尔尔嘛，你若要找，要找啥？找 AIT， 找美国啦。美国是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嘛，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23条足清楚的。美国是台湾地区的主要占领权国，这尔清楚的，台湾人看无？台湾的国际外人拢看无吗？足奇怪呢，足可怜的呢。60年后，67年，刚是67年啊，7年前。我嘛无爱讲去发的济呢。李登辉，迄当阵我从中国走转来了，伊甲我问，我去因家，伊讲林郑，你听国际法的，你呢要从国际内底政治法，甲放在台湾的地位看卖啊。我伊当台讲真清楚，我台湾的地位啊，即台独的啊，台独派拢讲足多啊，人写的册拢几啊大本啊，我甲看下拢有道理啊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看那些我感觉有道理。各位啊，咱大家那阵的心情跟我那阵完全同款啊。所以美国，咱的李登辉总统，伊跟我讲，伊讲我给你介绍一个美国啊，就是何瑞莲啊。今日因又在这边讲来，伊介绍伊，我实在，实在阵伊一个资料给我，因老爸就是美国白宫的国家机密档案室的主管啊。伊看到真济机密的档案，所以伊甲我讲的时阵，我嘛带一条，因为我读政经法嘞。过去读政经法，坦白讲是无饭好食，全世界无逐工是政经的。但是我研究这个物件了，我发现讲害啦，今日竟然台湾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啦，这就是是安怎 AIT 以来哦的签约，你知影几年无？99年，搁再99年啦。你会惊到无？美国人伫全世界有3个所在签约是99年，搁再加99年的。第一个叫做关塔那摩湾，古巴。古巴是安那？他都有讲过。美国甲西班牙战争，西班牙将古巴割开。美国和古巴3年内底独立的时阵啊，美国强迫古巴讲，关塔那摩湾这块土地我要租，我付我你租金。99年，搁再99年。啊，若99年以后呢？要搁有需要，会当搁延长。这里是1900占领啊呢。第二个，普天间基地，琉球啦。美国占领琉球，
伊要撤退，1972年5月15日要撤退的时阵，含日本的首相讲，讲即我即块土地，我要做军事基地，古天天基地，签偌久？99年，搁再99年。但是伊的首相叫做佐藤荣作，佐藤荣作签签的，将迄个签约书啊，甲囥在草因兜的草地，囥在因兜草地。所以日本的鸠山首相啊，迄当阵发表讲哦，要将美军啊，该赶出琉球无？美国真生气呢，美国讲，所以美国派人要甲伊见面说，无意台湾来，有喊咱台湾民政府记着未？摕迄张合约书讲 ，Roger， 我叫伊个英语名叫做 Roger，Roger， 你看嘛，你看这有效无？我就看这有啊，首相签字啊，尼克森签字啊，那也无效，所以归去我的鸠山落台。今日台湾，伫大学的金河路100号，地下室起3层，总面积20000多平，直升机会当直接降落。听清楚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800名要带你来滴，是干那只800名，美国拍算要带8000名，现准时已经12000名。什么所在？我跟你讲，你家己去看。台东的长滨，新竹的乐山，恁台中，我才讲伊啦。台中的清泉岗，做迄个花莲的嘉山，新竹的基隆，新竹有51架的幻象式飞机，你去甲看卖啊！遐飞机迄个中华面哦，迄个标头拢已经拆掉啊。所有战车拢拆掉啦，作为军车，你若注意，即马现准时你来外口到遐军车，你甲看有迄个 logo 啊，拢拆掉啊。哪有人讲战车代表国家，迄个 logo 拢拆掉？因为咱甲美国过嘛，中华民国哪会当用迄个伊的军队来甲咱统治，来甲咱占领？白杀你呢！各位，你若捌法律，你就袂去用欺负。但是你过去台湾人袂晓法律，你就予美国人欺负，予中国人欺负啦，对不对啊？各位，爱讲些，有真济现象，你无听，你即摆看看袂出来。但是我若甲你讲，你想你拢哎怎样呢？各位，今日会当徛伫这个台顶，安尼各位讲的这个话，无一句话是白贼话，每一句话拢是照法理。咱现准是照法律来讲，台湾这个土地既然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，咱就要想办法，看要安怎让美国来从中华民国甲请伊走。咱台湾要摕政权，不是向中华民国摕，咱是向美国军事政府摕政权，所以中华民国和咱无关的。所以呢，中华民国袂和咱直接冲突，啊，袂冲突，伊也无理由来干咱，咱嘛无理由去插伊。要处理伊真简单，甲美国讲，伊若做啥物唔对，美国你爱去处理。各位，美国的拳头骨比咱较大粒，中华民国伊的细粒的拳头骨，那迄细粒来甲恁拍，搏起来咱就倒啊，咱也无武器啊，所以咱唔免甲拍，咱爱摕别人的拳头骨来争石狮啦，对美国的拳头来甲争中华民国啦，伊若做唔对，美国你就要出面甲赶啦，对不对啊？你会感觉讲，你讲这话是真的假的？我直接说来各位讲，100%是真的，100%一定会达成，而且当时会当达成。我甲你讲，这一两年内底，新闻竟然到遐，美国绝对爱一摆。当时美国甲咱讲，这个新闻证后摆台湾人要去美国的时候，唔免签证。免签证就是用咱这个身份证，咱的身份证后边有 IC 版。这个身份证不是台湾制造的，我讲一摆哦，这个身份证不是台湾制造的，是美国的国防部沿海公司替咱制造的。所以每一摆申请的时候，是安那遐久，因为创好，咱就要寄去美国，啊，美国就要用伊的外交的邮件特别来送来咱台湾。所以申请的时间会真长。哎，那较紧的，1-2个月；较慢的，无只啊，3-5个月。所以各位，我无甲你讲，
你什么时阵爱信心想要赢？但是我会当甲你讲，美军若入来，台湾民主，美国会将陈主席伫华盛顿 D.C. 的台湾民主，要求这个民主爱选一个台湾。当咱亲像伊拉克、美国甲英国甲占领的时阵，美国马上叫伊拉克的华盛顿 D.C. 的伊拉克的军政府啊，选入去伊拉克。迄个时阵，伊拉克承认20个伊拉克民政府，啊，但是美国要承认做啥？要承认伊伫华盛顿 D.C. 提出的迄个伊拉克民政府。各位，即摆不只是咱台湾民政府呢。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马上向美国申请台湾民政府，伊用对日期起啊，你知无？5月23，你等于甲变报纸。5月20，伊伫宣誓的时阵，伊的壁顶搭一支旗啊，有无？迄支旗啊，看起足像伊的中华民国的国旗，但是佫毋是呢，顶块是蓝色的，下骹一个12个星，啊下骹是红的。你会记得你印象中有这支旗啊？伊甲美国讲，我嘛要成立台湾民政。民进党派蔡英文去美国，甲美国讲，讲伊嘛要成立台湾民政府。你若美军入来，美国讲嘛，我若美军入来，免你成立啊。阮现主席已经有台湾民政府伫华盛顿 D.C. 啊。讲的迄个华盛顿 D.C. 的民政府是啥物？就是咱。所以讲的。我无要求讲你大家爱来桃园受训，但是将来台湾民政府的官员若无经过受训，绝对无可能任命，因为安那，因为你论述拢唔知影，你袂敢讲坐嚟甲美国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就吐起来。台湾现在是还阁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咱还阁建立中，美国咧甲恁帮忙的中间。即摆你帮忙的中间，要来建立咱台湾将来的国家。这个将来的国家是爱靠咱台湾人400年来伫美国制度之下来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后摆变作台湾政府。所以，各位，恁今日的这场演讲，我会当讲，我袂讲伤久，我只讲差一点钟就好，因为台湾的地位真深，唔是讲。而且你听一点钟久了，你就知影，你还够模模糊糊。今日9月初8，9月初9，9月初8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的纪念日，61周年。所以咱伫美国发动一个向奥巴马签约的 petition， 要求大家去联名，已经伫华盛顿 D.C. 已经出来。你若会晓电脑的，拜托各位。因为一直一个月内底要有25000名去甲联名，所以咱已经伫昨暗啊，半暝啊呢，咱这个 petition 啊，这个签约啊，已经提出来，希望咱各位伫十七的时阵啊，《自由时报》刊出来头版的时阵啊，看到迄个 petition 的所在时，遐有一个网站，拜托大家去迄点关去看。这个网站是安怎？啊，拜托台湾人来甲支持，予咱台湾的地位会当正常化，予中华民国离开台湾，咱台湾人来家己管理台湾人，好不好？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同胞各尊者来。讲了有清楚无？后壁敢听会到？敢要讲办这个活动？若要办哦？爱甲阮讲哈，啊！你若爱招较济，招满，安尼好无？这个所在真赞，哦，啊，嘛是一个民主的圣地啦吼。拄只我有去闹交吼，就是咱的宜花东的组长吼，我去只只无甲伊介绍者吼，啊，请起立，我大家熟悉者好无？哦，林组长吼。宜花东宜兰啊，甲花东吼的州长吼，啊，咱台南州就是对分林到台南市啦吼，连照日本时代迄个州啦吼，啊，下暗的这个晚会吼嘛，咱是开到10点啦吼，啊，坐下来吼，我有几项代志甲大家人报告一下吼，就是讲，就等咱要收沙时吼，迄个咱的中心吼，这个桌啊椅啊拢总归还原来的位置吼。啊，咱有一台车吼，啊，迄、那个涂骹啦、垃圾要共整理好整齐，哦，
啊，腹肚枵，买点心的，准备头尾拢爱帮忙，吼，唔通袂记一下吼，开一挂吼，开一挂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迄、那个体质吼，咱的东心老爷的体质较麻烦，迄、那个。更过来求助，这个迄个服务专家。啊，若是新朋友寄电话紧吼，新朋友寄电话紧。